这也太夸张了吧。哼，你还没见过更夸张的呢。人寿世界开服的那天，凌晨三四点还人满为患，还有围观的，网络卡掉线了五六次。周围的几个网吧都是这个情况，有的网吧夸张到每个电脑后面都站着两三个等着的人。当时真的把我忙得够呛，三天啊，就断断续续只睡了不到十个小时。啊，鳄鱼，我操，忘记写作业了。原来工会里很交作业的就是你们班的呀。老三，你作业写了没？我写了，厉害吧？要抄吗？抄抄抄，明儿早回去拿给我，请你喝可乐。你这泡网吧都好几个月了吧？那是，我是 MT 嘛， DKP 都两个月全勤了。你是真牛逼，上课点到也没见你全勤啊。怎么没有？我现在白天上课，晚上七点到两点工会活动，都没耽误。你是白天学校里上课睡觉，晚上网吧里上班打卡吧？这游戏简直超出了认知，玩起来还有工会，还有积分，还有考勤，比去工厂上。而且就我们这个片区，因为这游戏新开了好几家网吧，也是每天爆满，太厉害。要说厉害还是爸你够厉害，对吧？每次都能抓准时机，最初的小电脑室都扩大成了大网吧。哎呦，你小子竟然还能夸我，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不会又是没有生活费了吧？峰哥，我说我爸厉害吧，你猜一个准儿。去去去，帮小丽把这几张海报贴了，别在我面前碍眼了。小东家，那边厕所的气味很难闻，经常有人不冲水，屎叠了好几层，而且每层颜色还不一样，顾客意见很大。峰哥，你别说那么详细，太恶心了。你要干什么？铲屎吗？那都不用，我上次给老板说过了，他说装几面隔墙隔绝气味，要不你张罗一下。好嘞，没问题。墙底转角和接头地方用柱子，还有记得装门啊。知道，我又不是傻子。
看很多顾客都对我们家的显示器不太满意，太落后了。哦，以前是没有。行吧，那我把钱打你账上，你张罗着换一下。但是你要注意点，配置高。好嘞，我看其他的配置都挺高的，就显示器拖了后腿。放心，我来搞定。由顾客已续费。有顾客因不满而离开。请网管做好电脑维护。